幼稚园的毕业典礼最重要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是第一次会面临到要跟他的同学分开，这是他第一次啊。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。等一下就会意识到，你相信我。而且听说参加过幼稚园毕业典礼的人，现在都很开心哦，等一下都会哭。真的吗？对，所以他的第一次的这个毕业典礼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再来国小毕业典礼、国中毕业典礼，更别说大学毕业典礼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全部都是同学，就没有家人的那种。查理·窦大福，天生领袖气质，人缘超好。恭喜你哦！恭喜你儿子毕业了，有点那个叫。好 ，Let's go, let's go！ 哎，我是小朋友的毕业典礼，爸爸妈妈最忙，赶回来了，就是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，就答应他就一定要做到，而且他在两三个月前就已经告诉我说，你这一天一定要请假哦。月一号，你一定要请假哦，这样。然后他怕你会忘记，他说你要写在你行事历里面、哦。要写行事历哦，对对对。要先把它 order 起来。幼稚园的毕业典礼最重要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是第一次会面临到要跟他的同学分开，这是他第一次啊。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。等一下就会意识到，你相信我。而且听说参加过幼稚园毕业典礼的人，现在都很开心哦，等一下都会哭。真的吗？对。所以他的第一次的这个毕业典礼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再来国小毕业典礼、国中毕业典礼，更别说大学毕业典礼，对不对？全部都是同学，就没有家人的那个。最可爱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一出 Going on a Bear 哈，掌声欢迎！哇哇哇哇小孩自己看得最清楚啊，他平常是什么样子，然后到这边变成另外一个样子，你会觉得他其实也很认真的想要表现。嗯，来，你不会开离开第一排位置哦，你还有第二个儿子哦。哦，还有一个小孩啊，好好好好好，刚刚只是小的那个，现在换大的。对对，高雪。我们掌声欢迎 Lion King。First, we have Brave King Mufasa.To be the center of attention, right, Charlie? He loves to make jokes and sing and dance. 听得懂老师说什么？ And he always brings a lot of energy and happiness to our class. He has great potential as an English learner moving forward.
And as he goes into first grade and beyond, I think he will continue to become a very great student. Thank you. So congratulations, Charlie, on passing kindergarten. Wo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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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也欢迎你们上台，可以送花给他们，欢迎你们。去送哥哥，你送哥哥，去送哥哥，去送哥哥。So everyone， 恭喜你哦！恭喜你儿子毕业了，你对哪个家？好 ，Congratulations！ 第一个毕业典礼，后面还有，后面应该就不太需要你了。只会哭一次，对，只会哭一次，因为国小开始你就不会想哭了。轮到你的小朋友，明年还有机会哦。Yeah, 你们两个是没有感情，是不是？他们的年纪差不多，第几次？怎么回事？哭成这样子，哭成这样子。为什么我听说是小朋友会哭，结果都是家长在哭？有没有让他哭？有啊有啊，我拍到我拍到。各位爸爸，你不要偷擦眼泪。Chocolate no。你可以拿去给老师。你送给老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是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！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